边看见抖音。忠实粉丝，你们电视剧都是我的忠实粉丝。对，我们领导，我们总经理。啊，不会吧？真的是。对，你们领导就是我的粉丝，所以我才来这提的事。宇航员。老虎，对，老虎今天钥匙扣吗？对，就是他这个钥匙扣有点大。Later， 我要来保养车了，第二次保养。我看看从哪儿进去。到达目的地郑州市包心人呢？我那个保养车从哪进啊？这个门吗？好的。谢谢。还直播啊？不直播呀，我就拍拍视频。从这进去吗？啊，从这。好久没有来了，我上次来是去年2021年3月份提车来，然后第一次保养我是让小王过来，这次保养只能我自己来了，不能再麻烦他了，他也不愿意啊。耶，这好久没来都是不一样的感觉啊。喝杯咖啡。提提神，然后要等一个多小时。我本来是带轩轩来的，然后他问我要去哪里，我说要去买车那边，他问去干嘛，我说保养，我说来的时候坐着可无聊了，然后等到电梯口的时候他又退回去了，他说既然无聊就不去了，他说他要在家跟姐姐一块儿看姐姐上网课。唉，这一个人来难免有点无聊。加一点牛奶，不喜欢喝苦咖啡，又要开回去，来回60多公里。你们这附近没有疫情是吧？啊，暂时没有。哦，就没有确诊的哈。嗯，没有。我们家那附近1-2公里有确诊了，然后封控的。我们家不是封控区，我们家楼下还能堂食，就是那个小学跟幼儿园停了嘛，好两。停了，这边也停。这边也停了，那就是郑州的都停了。嗯，幼儿园好像都停了，小学好像是停了吧？小学也停了，我闺女都在家上网课了。只要还能堂食就还好嘛。现在大过年了，都得控制一下。现在找不到源头，找不到源头。有啊，源头不是都说是老太太吗？老太太的源头没有找到。哇，好苦啊！你这个咖啡是现磨的吗？对。放一包茶都可以，太甜了不好喝了。嗯，我怕苦，太甜不鲜了。哎呀，这还是坐沙发舒服一点，坐上面那个暖风吹得热死我了。怎么没什么女车主啊？嗯，女车主比较少吗？哦，不少。今天来的少，因为疫情出来的少。今天都是男的是吧？嗯、我还想着有女车主。好吧，你意思说我从郑州开车到福建，它高速会劝返吗？好像是云山高速，有核酸应该是可以吧？我是低风险地区啊。那咋弄啊？这么快就保养好了，1个小时。车在哪儿呢？哎，原来把车都给我开到门口去了。我去拿个新年礼包，我来拿个礼包。车这么快，1个小时完事。哎呀，这还没打开啊！我来个开箱仪式。哎，你帮我拍一个，我来一个开箱仪式吧。哎，这开门红啊！你是天天看我朋友圈？对呀，看见朋友圈，看见抖音。忠实粉丝，你们电视剧都是我的忠实粉丝。对，我们领导，我们总经理。不会吧？真的是。对，你们领导就是我的粉丝，所以我才来这提的车。哇塞，这个是宇航员。这是个老虎。对，老虎今天。他这个钥匙扣吗？对。就是他这个钥匙扣有点大。但是可好看呀！你打开之后，它里边是个。是个老虎。老虎，对，老虎飞行员。哇、哦，真是这个打开不了。
这还有啥？红包赔礼。对。你这还有个，这是专门刮赔礼的。也可以，这个就不打开了，这个是个对联。对的。好，谢谢你们了。太客气了。我喜欢那个，可以拿回去给孩子玩吗？对。好，谢谢。保养好了，回家。去保养车真的是保养了个寂寞啊！本来就是想保养一下，然后打算过两天直接一个人开车回去福建，结果呢告诉我说高速走不了，会被劝返。打电话问了一下我们那边的政策，就是说不管你是郑州哪个地方的，只要你从郑州回去必须被隔离。我不想回了，我好头疼你知道吧。哎呀，我这拔干拔干的脸刚刚卸完妆，最近比较懒啊，就是懒得一层一层的去涂水乳啊，所以就是会比较经常性的使用这种睡眠面膜。这个是我之前呢给你们推荐的面膜，就是这个瓶装的。然后有人跟我反馈，就是说就怕有时候要出差啊不方便啊，或者是用多少量不知道，所以呢我又找了一款这个，它是一盒里面有30片啊，一天用一片，这样子你们就不会说不知道能用多少了。然后一次呢就是洗完脸以后呢直接涂上去啊，这个就免洗的睡眠面膜，一次用一片，一盒30片，到手49啊。里面含有的多肽成分呢可以修复你的肌肤啊，改善你的暗沉，补充营养，更好的去给肌肤补水，增加滋润度。这一款肤色的多肽睡眠免洗面膜呢，除了含有透明质酸钠以外呢，还含有多重的一些多肽成分啊，还有什么3肽6肽的，都是在这多种植物成分跟多肽成分。适用对象是任何肌肤的，我本人是敏感肌，然后偏干一些的。一包睡眠免洗面膜呢有3克啊，直接洗完脸直接涂上去就行了。味道是比较没有什么那种香精味的，直接涂上去。哎，我的皮肤真的是干。然后就可以去睡觉了，睡眠免洗面膜就是如此的简单。脖子也戴戴。30包就是用一个月，只要49，所以呢，这个账你们可以自己去算啊。然后这个就是到第二天去洗掉就好了啊。这期的好物分享到这了，好想郑州这个疫情赶紧过去啊，我好想回家呀，我好想家里人呐，我都3年没回家了。哎，异地创业不容易啊，真的。好了，感谢你们的支持，这期就先分享到这了啊。拜拜。